十三弟啊，我也弄不明白皇阿玛为什么没给你加封啊。嗨，我打小就习惯了，我呀只要干得顺心，别的也无所谓。哼，顺心，要是能顺心的话，就是做个庶民百姓也值啊，只怕你我这一辈子都难得舒心呢。这不还没回来，不顺心的差事在等着了。哎，四哥，那你干脆就别接啊。能推得了当然要推，只怕是……哎，四哥，要真推不了，我和你一块干，好不好？走。宗玉，宗玉，唱音阁玉乐，我们还没到，就下了套在等了。哎，四哥，啊，灯是十二杆，这是皇上回京才用的数字。可是这个十三弟啊，今儿这阵势不对头啊，都不要动。礼部司官姚典，奉旨率有司官员恭迎钦差雍君王和十三辈子还京。王爷和贝子爷有话，礼制不合，不敢下桥。礼制哪儿不合？请钦差明示。奏的乐曲是皇上才能用的御乐，龙旗多了四面，宫灯多了三盏。龙下四面龙旗，取下三盏宫灯，改奏凯旋令。四哥，没事，让他们多跪。你看这帮臭官，他们不跪，跑什么升官发财啊？啊，大哥。三哥，八弟，弟弟们都来了。你是从何而来啊？来处而来啊。从何而去啊？去处而去啊。看破未食不饮酒，汝能吃否？能吃。饿着肚皮不吃饭，汝能吃否？不能吃。啊，我也不能吃。魏大人。四爷。啊，韦大人，哎，都起来吧。哎呀，您老这么大年纪了，何必还讲这个礼数啊？四爷和十三爷千里奔波，赈灾纠合，老奴前来迎接一下，也是应当的嘛。哎，毕竟于心不安呐。好，来，咱们一块走吧。哎，好。小姐，四爷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是老奴跟一些同僚们凑的份子，特为四爷和十三爷接风呢。魏老爷子，不是我驳您老人家的面子，这酒我不能喝。老四啊，我们可都是空着肚子在等你这位郡王啊，你要是不吃，老十三和我们岂不都要挨饿呀？啊，大哥。哎，入席入席入席啊。
能吃饭的吃饭，会饮酒的饮酒啊！哎，来来来来来，请请，来啊！来来来，坐。来来来来来，坐坐坐坐坐啊！快坐快坐快坐。来，请请请，你请你请。哈哈，这第一杯酒啊，我们同贺四阿哥晋升郡王，来干！来来来，嗯。胤禛晋升郡王乃皇上恩典，今尚未谢恩，岂敢受贺？这酒是我不敢受饮。哎，这次皇阿玛没有给我加封，诸位阿哥敬我一杯如何？十三弟此次会同办差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。这杯酒，咱们同敬十三辈子。好，诸位，干！干干干干干干！来来来，好。四哥此次赈灾，上为朝廷分忧，下为百姓解难，救活无数生灵，真是功德无量啊！四哥，为此。小弟敬你一杯。提到灾民，我倒想说几句话。这次我和十三弟到了黄泛区，耳闻目睹了灾民的状况，真是合上了四个字：惨不忍睹啊！卖儿卖女者，比比皆是。虽说他们已经分到了一点过冬的粮食，但是他们越冬的房屋在哪儿啊？明年开春的种粮又在哪儿啊？想到这儿，这酒我喝得下去吗？八弟，你素有八贤王之称啊。这如此说来，倒是小弟不合时宜了。四哥，你我一母所生，你可知道，你在外面这几个月额娘是如何挂念吗？十四弟，额娘她老人家安好，让我们哥俩祝她老人家安好吧。四哥，祝额娘的酒带我们明天一同进宫陪她老人家饮吧。啊，四哥，四哥，我也不说那么多废话了，冲着这么多的兄弟和这么多的朝廷命官为你接风，你却滴酒不沾，你这不是拿着冷屁股对着人家的热面孔吗？老师，你喝醉了？我还没喝呢，醉什么？大哥的酒你不喝，八哥的酒你也不喝，老十四的酒你还不喝。我是皇阿玛生的不争气的儿子，我知道你更不会喝我的酒，可是我还要问你一句，我敬你一杯酒，如果你认我那个兄弟，就喝了他。老师，你也不要跪在这儿。众位兄弟，各位大人们，你们也不要再向我劝酒。我有一句话，如果你们答应了，慢说这一杯，就是十杯百杯，喝得我倒在这儿爬不起来，我也没有二话。什么话？你说。皇阿玛的意思，你们也都知道了。想派我追一笔户部欠款的差事，这个差事我现在还没有接，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上上下下牵扯到太多的人，这中间只怕是还有我的兄弟，有从小抱过我亲过我的老臣，追急了碍着手足同僚的情面，可是追不回欠款，就是上父皇恩无法交差。倘若你们大家都能够自觉地把欠款还了，不要让我当这个差做这个蜡，我今天就是喝得烂醉如泥，我心甘情愿，怎么样？
既然你们都不喝，那就是瞧不起我胤禛，而不是我胤禛瞧不起诸位了。是非了。公公，这儿不是通往养心殿的路啊！主子说的没错，咱们这是奔御膳房去。御膳房？对呀，二位爷不是还没吃饭吗？皇上褒奖，特地赐了一席御膳，请二位爷先去用膳。怎么，我们在朝阳门码头的事儿，皇阿玛知道了？什么事儿能瞒得住咱皇上呢？皇上嘱咐二位爷办差辛苦了，宴罢先回府里与家人团聚，然后明晨养心殿朝见啊。哦，走，来请。四陪着爷，四贝勒爷，您，您回来了。在下乌斯道。这不敢当，不敢当。我在外面办差多日不归，您在舍下受委屈了。这，四爷。今天是大喜的日子，你要答应做我世子们的西席大人呐！啊，乌某不才，我不是不愿意，是怕耽误了世子们的学业呀。我知道你们汉人的规矩大，所以特带世子们按你们汉人老辈的规矩，在堂屋里准备了坐拜。吴先生就不要推辞了。四爷。请，啊，请。乌某一介寒儒，又是坐过牢的刑狱之人。四爷为什么要请乌某出任世子的先生呢？朝廷待其不为薄矣，二君设心。何其谬矣！独不敢天听若雷，神目如电。呜呼！吾辈进退不苟，死生为命。吾请上方之剑，胆比元凶，头悬国门，以警天下莫逆。十年了，四爷。还记得我写的这篇文章吗？是真文章，怎能千古流传呢？四爷，请，请。这追比国库欠款的差事，接与不接，得先看看借款官员的情形。好啊，我正想听听先生的见解。那乌某就视为王爷惜之。这些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。这第一类的情形是不得已而借之，这一类人很多。一个四品京官，一年的俸禄银子才100多两，这点钱养家糊口也仅温饱而已啊！如今摆一桌像样的酒宴就需10两银子，做一件像样的官服也要10两银子以上啊！王爷，请算算，这个官一年下来得要多少银子开销？他不借，就要贷。不借不贷，就要甘守清贫，
甘受清贫，他还出来做官干什么呢？哎，来来来，这第二类情形是不安分而戒之，这类人不多，但是他最不好对付啊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一类人往往是有资历、有功劳、讲排场、讲阔气的大官功臣呐、啊。他们中哪一位不是从小就跟着皇上鞍前马后熬出来的心腹重臣？子爷，这些人欠国库的银子，那都在几十万两以上。果真要抄他们的家，治他们的罪，皇上念着旧情，能下得了这个手吗？这第三类人最可恶，哎，纯属贪得无厌，唯利是图，只要能捞到，就是拆了金銮殿也毫不心疼啊。如今在京的几个重要衙门的堂官司官，一见到别人借欠国库银两，哎，他们也纷纷争着挪借，反正是越多越好，哪管你国弱民贫。由于前两类人的欠款难以追回，这类人也必然是攀比抵赖，有钱不还了。还有除了这些官员，还有宗室王公啊，只怕连你的兄弟贝子贝了也少不了啊。赵先生的意思，这差事我不能接？哎，不，一定要接。嗯，这么多阿哥，为什么就没有一个人愿意出来接这个差事呢？是他们认为国库的欠款不应该追回吗？不是，他们是抱着这么样一个心思，不愿意得罪人，更怕得罪了人还追不回欠款。如果王爷您也不愿意接这个差事，那么皇上不是连一个愿意为他分忧的儿子都没有了吗？哦，夜深了，先生，安歇了吧。啊。